来小中间，来下面，好看中间，往右边看一下哦。最近的剧情又走在就是我跟妈妈，我跟豆花，其实有很多内心戏的部分，所以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我自己个人在演戏看到豆花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种看到妈妈的感觉，是真的有。看到很多戏份，全部都是侧哥的爸爸到底是谁？看到吗？就在问你爸爸到底是谁。对啊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，然后就是让大家一直想要讨论，想要知道，想要挖出真相。那我觉得大家会很期待。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大，我有看，但我没有喜欢，因为真的太多。然后我看到他很多新闻，然后收视率很好，所以其实很开心。然后想要谢谢大家，然后想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之后的剧情会越来越更扣人心弦，就是会比现在更紧张、更多张力，所以大家更喜欢。